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来为大家测试的是这个控场技能的一个部分。好，可以看到我的巫女使用的是焦土之镜，好，没有用控或炫光。好，我本身把希尔曼妖索装备上去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会不会木盲，好，盲目，好，缓速，来测试一下这个在 BOSS 身上使用的效果。好，我现在使用的是苦痛一的程度。因为苦痛三打起来有点危险，测试方便。旁边那两只先把它 K 掉，这样测试的比较容易看。怒气不足。目前我就用普通攻击一只锤，不要叠在一起。哎，目前是没有看到木盲的效果出现。好，再多试两次好了。不过也要他自己会触发啊。好，没有效果，目前是没有效果。非常紧张，目前看到是没有效果的效果，就是没效果。哎。好，可以看到是没效果的。好，我们巫女换一下这个智盲。哎，有效果，有看到有效果了哈。所以巫女的智盲是有效果的，但是这个谢尔曼之锁是没有效果。那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判定，我不太了解，因为目前网友大大那个吧友大大他提供的资讯来看的话。是 BOSS 是有抗性的部分啦，只是他所谓的抗性到底是怎么讲呢？因为他的抗性的定义好像没有那个没有木盲这个部分。再多锤两下试试看啊，他死掉了，算了。好，这个以上这个希尔曼妖索跟巫女的这个困惑炫光的测试，好，给大家参考一下。这个两秒的话，如果因为不晓得官方的抗性到底是多少，那困惑炫光是有效，可是这个希尔曼妖索没有效，这个蛮矛盾的，好，蛮矛盾的。好，以上这个测试给大家参考一下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